事情的经过究竟是怎样，我们无从得知。而作为一名药房工作人员来说，严谨的工作态度是首先必须具备的，因为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。无论何时，我们总是保持十二分的警惕，不能有一丝松懈。记得以前一个同事跟我说过的一件事情，那个时候还是用纸包药，将患者需要服用的药物按剂量包在一起，每一顿就吃一小包。有一次，一次男人回去一次就吃了一天应该吃的药，然后第二天还来找他说，吃了我就睡了好久，到现在还是头晕脑胀的，把我那个同事着实吓了一跳。从此以后，他对每一个来拿药的病人都会叮嘱好几遍，遇到实在是不明白的人，他甚至会讲上七点八遍。从此以后，他的病人再没有出现这些问题。其实无论我们做什么工作，都应该有一个严谨的态度，因为生命不会给你第二次的机会，许多事情也没有重新再来的机会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